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点的实验室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实验是把一个铁球加热到1000度，然后扔进牙膏里，不知道牙膏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想一定会很好玩。在开始实验之前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把一个铁球加热到1000度。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喷火枪，不过这东西功率有限，加热效率一般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这个东西，高频电磁感应线圈。这个东西功率超过2000瓦，比喷火枪加热快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实验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吧，顺便订阅和转发一下，让更多的人都有好胃口。